你把他赶出去，他昨天出来没来，他出生下来把他赶出去。老板不能赶我。对吧？啊，来，先咬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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啊！你小心我个手。来来来，跟这就握手。哎，你来跑，你要躺下来。我来，我来，我来，我来。不是，昨天面条吃的好。是啊，是啊，是啊。 那个会不会紧张啊？紧张。来了这么多次了还紧张？今年是第一次不？今年是第一次，也是第一年啊。嗯。哇，太早了，都没开门哦。辣椒我的，这个辣椒我的。那个是不是每样都要加一点是吧？辣椒什么都要加一点，才有味道。在哪里就辣椒吃到哪里。辣不行的啦，肯定有辣的，有些人很喜欢吃到焦的啦。 太辣了，有点味辣就可以。马上到你岳父家了啊！马上到我岳父家了，就买点东西。好像有点是。鸡蛋凉啤酒，买了两箱牛奶。哎呀！那后面吧。我想吃。哎。到啦！今天中午，不难。 啊，到了！终于到我岳父家了啊！家，你看那家伙上车了。哎呀，我怎么我煮饭你啊？哎呀，我来晚了。你说起来要出外要到，雨续雨续嘛，要出外才到嘛。没关系，所以说新雨续就耽误了。孩子担心你，担心他出外没搞好，你不管他赶出去啊。 是啊，我老婆还是挺好的，没把我赶出来啊。Nice。这是巴生，煮熟的巴生。哇。这巴生生的，真的巴生。哦，这里是香肠，这是糍粑，这是糍粑，这是腊肉，哎，回瘦都有，都是带排骨的。 哎，这腊肉放哪里？要挂起来了。还带了什么，哥？还有这个猪脚哦，腊猪脚啊。哦，很香的腊猪脚。嗯，老爸这两个。 还有很多嘞，你全部提出来。这是牛肉干，这是猪脚，还有腊鸭。好，还两只腊鸭，自己家里养的鸭子。 放哪里？我帮你过去。那呀，猪脚，还有牛肉干。有没有一点那个混香味？有有有，还香肠，那香肠在那个电视剧里面。今年没做啊？没做。今天他们不做腊肉了嘞？哦。嗯。我这个腊肉我弄吃了，哎呀，不要炒，不要炒。我说怎么要吃这个？我给他说够了。 今年不是只做那么多，今天吃那么不做了嘞？哦，我先做这个，这。我没得空啊。空有。冬至啊，冬至不就可以做了吗？冬至可以做了啊。那你今天怎么都没做？还没过冬至？还没过冬至了。那提几块不？我总共有七八腊肉。对啊，每年都做了腊肉的，谁知道今年就老爸不做了嘞？没时间，没时间。没有阳台。好吧。 只送了这一点点，都不好意思。现在是老爸没做，我还多提两块腊肉。我有七块腊肉。怪不得他不要来，我说我老爸每年都做好多。是啊，我是。我每年的做好多，今年就不做了。啊，是个老爸，是个老爸高兴，没把我赶出来，所以是懒得多，请假去。老爸，我听说了。哈哈哈哈哈哈！哇哇！啊，老爸没把你赶出去，你就今天都这个笑眯眯的。肯定了。对的。能把他赶出去，他昨天出来没来，他出生下来把他赶出去。
那老板不会赶我。我去年我老妈在家里面做的香肠没做多少，要做的多一点，我要给我岳父大人要多提一点，所以说没有做多少，我就给我岳父大人提了一半过来了，自己家里面也留了一半。哎呀，叔叔这个房间还是很好晒东西哈、哦。是啊是啊，刚好可以照到阳光、啊。哎，有阳光。好，我们晚上就睡这里了，这是我的专业床，我上次过来就睡这张床，老爸就睡这边了。我们今天晚上我跟摄影师就睡这里。今天晚上我们两个睡这啊？啊，是啊。哎，睡这里。Oh no！哎呀，老爸，我自己来，我自己来。我自己来。我们那边地多，土多嘛，就好种花生啊，种点别的东西。好香啊！姑妈，姑妈不知道。你这打电话你都叫姑妈，你什么时候过来耶？我想姐姐了，是不是你说的？哎，好，我们也开始吃饭了。好，今年第一次到我岳父家里。你看隆重的丰富的美女，你自己做的没事，反正我在家里面也做习惯了，我亲自下厨做了一桌子菜。好，我跟老爸一起吃饭了，我们全家啊。要不要来一杯啊？不敢不敢不敢，高一点，不敢不敢不敢，小喝一点小喝一点，我觉得可以，不能干杯。我老妈都开口了，小喝一点小喝一点，好好好。这个，不会不会摇到掉啊？不会。我来摇，我试一下啊。摇快一点。我也摇。是挺舒服的。我小时候没玩过这个，我第一次玩这个，哎呀，哎呀，挺舒服的。我也第一次骑下这个车。你一个人要怎么玩呢？去拉一个人过来。好，你一个人抱摇的。不怕。哎呦，我的天哪！一个人要坐这个。两米。哎呀，我坐这里，我不想动了，你看，真舒服啊！我也骑骑马。大哥，你说什么？我说我骑着我的小毛驴啊。骑着你的小毛驴去买酒喝吗？不是买酒，哪里买酒？我从江西骑到到现在的义乌。哎呀，骑了三天三夜啊！哎呦我的妈！来来来，我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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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来来，你太重了你。我这下我再好，我来尝尝啊。哎呦，你看。哎，我小时候也做过，这是叫什么去了？跷跷板是不是？对呀。那你再坐上你看。我们控制好吗？啊。所以说。你坐后面一点。你坐后面点去啊！我坐后面了。你问老爸嘞？我小时候跟一个女孩子坐对面，她就不像我媳妇一样的。你说什么？我要她坐这里，给我搞两下，她跑了。哎呀！哎呀！她给我摔一下。我小时候没坐过跷跷板，我给你。哪里没有？就是一个板子嘛。这是回到了童年的感觉啊！童年我们就是跑步。还挺好做跷跷板，没事啊，坐在这里，这里好像不冷哦，不冷，没那么大，所以说锻炼身体嘛。下次我们老了也在这里锻炼身体。我小时候玩的这个，这个不错吧？哦，哇，这么优雅！自己的玩，我也出来了啊！你要不要上来玩一下？
啾啾啾啾啾。来，我再来一次，耶！哈，我也被那个童年的感觉，耶！你别笑，哎，我也出来了。你看我这么重的人也可以发出来。二哥，你说你小时候也玩过滑滑梯啊？那看来你的童年还是挺快乐的嘛。哎呀，童年以前是不是这种滑滑梯？那种泥巴的是不是？